有少量的卧铺出售。有需要使用卧铺的旅客，欢迎您到六号车厢列车办公席办理补票手续。旅客朋友们，列车上目前还有少量的卧铺出售。有需要使用卧铺的旅客，欢迎您到六号车厢列车办公席办理补票手续。旅客朋友们，餐车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丰富的午餐，供应的品种繁多，备有快餐盒饭、炒菜等。需要吃炒菜的朋友，欢迎您到餐车来用餐。同时，餐车服务员也会到各车厢为旅客们服务。餐车的位置在列车中部的七号车厢。旅客朋友们，餐车已经为大家准备。